拿到了医学，亚索没办亚索，我应该把亚索办了。完结还是挺讨厌亚索的。感谢加州理工大学江校区的飞机，谢谢理工大学。 认识，这怎么认识？这就被发现了。哎，这也能吹到我。哎，完了，露两个刀，好痛啊！我看到亚索是真的头痛。 我跟他拼也拼不过，丢了丢了丢了，离他远一点啊！不招惹他，给他串。现在不惹他，我们就补刀。真的是神头鬼脸，这个人，你这不怕哦？ 是真的，现在小青年胆子都大哦，多帅哦！你不管打野，啊，不管打野，死了无所谓，不怕抓。哟，这个吹风吹的，我手里剑。 没事，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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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回家很舒服，一千一。不过他补刀还可以，主要前面补的多，前面没法打他。也就这样，前面几级英雄克制我，他觉得他很屌，他觉得很强，然后很气，死得很气，不服气，先嘲讽一波，觉得自己打得很好，很棒，很屌，很强，很帅。不跟他打了，哎，我先不跟他打了，我先防打野了，我不跟他玩了。我不是愣头青、哦、不好意思，没注意啊，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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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注意，小地图挡住了，快胆子大大，哎，胆子大，好，溜喽，快跑，舒服，抢了一波六，起飞，白了。
没钱了，没钱买药了，那也得买啊，750刚好。这战锤一买，我攻击就上去了，145。皇子在我左边，嗯，我们把野怪打死了，挡了，没闪现啊，没打到，不能上。感谢马老师是个好厨子送上的飞机，谢谢好厨子。这波不上了啊，这波不上了，这波不跟你玩。哎，王子就离得不远。这波哎没事，哎吹吹，哎吹吹，好，我大招还有10秒，现在我不会跟他打了。啊，这皇子离我不是很远，我没闪现，他可能要蹲我，不管他来不来，反正我不上。调皮，啊，调皮，调皮，好，不调皮了。我在塔下我就杀，哎，出塔不杀，勾引我勾引不了，勾引我是不存在的。哦，你这敢上了，这塔怎么能打到我，我溜了，我溜了，赶快就想搞，哎，这他们想要针对我啊，想要把我杀一次啊。感谢十三先生的办卡，谢谢，感谢十三先生的77张办卡，感谢感谢。有闪了，没事，咱们不怕了。有闪了，王子不好抓我，只要我保持一定血量。下了。哎呀，炮车怎么没知道？嗯，下去了。上去了，我得去帮忙啊！这波擦个视野，不然他们又被……我靠，真的是围剿，换了不亏，换了不亏的，还行的。这皇子会不会打蛤蟆？他往这里，他往这里走的啊，应该是不会打蛤蟆。看到他还在下路，发育发育发育，暂时不用我支援了，打完了，吃个塔皮。好，这亚索拿了个头，他现在值钱了，但我不能老是想着去杀他啊。没抽到。哎，调皮，调皮，调皮！啊，小心皇子，小心皇子啊！等 W 好，快好了，好了，行 ，W 好了 ，OK， 再出来，溜，塔皮想吃，但有点危险。快跑快跑，
W 是不能放的 ，W 是一定不能放的。溜，拜拜。哇，鹊桥相会，谁送的？亮哥，感谢，感谢亮哥的鹊桥相会啊，谢谢。下午好，亮哥。ADC 有点肥，四个头，搞他一波。到底是厕所还是监狱？厕所，我在厕所直播。别问了，问就厕所。逮一波这个皇子，视野还挺好。有点麻烦、啊、这个下路哎我没舍得给招我操气死我了我想双杀你知道吧哎我没舍得给招给个点燃就好了我想平 A 把他 A 死再把一个点燃把这个亚索给杀了贪了你看杀一次立马就这现在小青年哦真的哎现在的小青年啊就是怎么讲呢很狂很傲哎你把他打了不作声了他不作声了逮到个机会把你干掉了就解气就这就你就这样还主播就这种啊他没了哟给他跑了亏大了呀这个人头值钱呀这下路要搞一搞这下路七个头了有点无敌了我操哎这皇子有说法他也吃果子百分之百我操有意然后我说不对嘛我说这个走位不对视野做得很好后面有人我告诉他他们现在很针对我哦直接上了这多少人啊这这多少人啊我都不能出手了这一出手马上出来两三个慢慢蹲吧哎呀我不杀亚索了你们蹲吧我看你们能蹲多久你们走了这个亚索就一毛钱都打不了哎打一个钱就死了哎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勾引我不存在上的不上的是不可能的上了果然就来人了我操就硬深蹲真的是深蹲哇、哦、上路也来了上路也来上路也来了我没哇、哦、真的是深蹲呐、啊、真的是我都不能出手啊我想抱有侥幸心理这都不行溜了溜了溜了拜拜可以再偷一波
这皇子没当，没事，他这个不会带盾了吧？这带盾就太闹了。好，回家。我要把他们视野排一排，照顾一下这个下路，下路太肥。杀了他，不行，杀不了。就这，哎。快收龙收龙收龙，收龙，我来了，追不到了，倒是可以拦一下啊，没有鬼刀，有点来不及了，拦他，好，死了，哎。这你还想还手啊？一个鬼斩就死。我把视野做好，免得他们来偷我。皇子在下，抓一波，赶快抓一波，这波应该赢了，我也包过来。有视野的哈，哎，换个角度，哟，防我一手，能跑掉吗？完了，跑不掉，去去，算了，死了，没到了他。推了，先把塔拆了。他们 VN 是最肥的，这 VN 是最肥的。出个鞋子吧，不然我移速太慢了。9个头，打团要针对他一下，其他的还好。这个 VN 必须得死，我可以跟他换。现在他们出不来，这里有一个。好。哦，我被那个了，我被那个什么了。行，还行。没刀了我。来了，神头鬼脸。哟。行。小赚。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道。啊，你好，哦，我走。可以考虑大龙勾引他们。他们现在不出来，你知道吗？他们现在不出来，不会出来的。他们这打不过。别，我没招。想干嘛？想干什么？哎，好。想杀我？给我引杀阵了，
大龙要搞呀，大龙，大龙收了，逼他们出来，逼他们，我们打大龙，他们一定要出来的，可以搞，团战包赢好吧？这拉克斯不敢做视野，你做视野那你不死，那你不死。哎，来晚了一点，我想省个闪，继续继续，大龙收大龙，逼他们过来，他们必须得来，来换了头盔，有峡谷小龙，再装一波，好 ，OK， 有，撤，把小龙收了啊，回去补一波，然后咱们再去大龙，逼他们出来就行了。第三条，这个龙他们争不了，出不来的，我来卡个位，那还不给你，那还不把你秒了，好，鬼刀一开 WEQ 没抓住，想打我吗，刮A 鬼斩 A 手里剑 OK 行不行 WEQ 缓速死，好大龙，哎，这个小龙他们是争不了的呀，争的话肯定爆炸，这个大龙可以收了，无伤收掉，感谢2017送上的两个相会飞机，谢谢2017，有点浪，行，他们不会搞大龙吧，看一下应该打不了，四个人打不了，又死一次，再来个复活甲吧，来一个复活甲，嗯，他们想打两个大招在这里，他们不好打的，他们也就四个人，来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不然他们要硬打了。大招，大招，大招呢？大招呢？好好，打不了，打不了，不能打。他们打不动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还打？你们还打？说你们能把打了？看到一个在回城的，我靠，这多少视野呀，算了算了，没跑掉，大龙 B 站，他们必须得来，这波来应该是被我们团灭，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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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队友，感谢吉姆游戏频道的爆裂飞机，我提前在这里先蹲一手啊，啊，这个地方就太刁钻了呀，别嗨，不会吧，怎么这里有眼啊，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撤撤撤！这边没死，差一下，我靠！有点人的话，他死了。好像不太好吧？真的要这个输出，耶，还行，可以把 VA 杀了就可以打得赢。四打五队友，行，可以，局外人，大龙 B 站，大龙 B 站，大龙 B 站。我们可以收，我们三个可以收了。如果他们没踢的话，有女警，打得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扛一下，收了。就是一波一波来哦，一波一波死哦，这个就是一波一波死的无所谓的啊、哦、行，来来来来来来，小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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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没拿到，死，天霸裂空横空，天霸横空裂空，他操作有点小失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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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霸横空裂空给了这个辅助了，我靠，我们龙 buff 没了，小龙也没了，行，还是抱团推吧。这文装备好呀，有视野。好，你敢过来？等一下啊。杀他的话，我可能得交个闪，无缘会把我闪现逼出来，不划算，没必要，可以杀，但没必要。来，搞起来，爆蓝，爆蓝，爆蓝。他们慢慢的起来了，不能浪，保护一手女警，我们团战盯他们 VN 就行了，他出了个蓝盾这边，但我不会让他输出的，先给一套，这上的不太好，把他赶走先，好，射回去，赶走就够了，杀是肯定杀不了，打第二轮就行，打第二轮你还跳不准，立跳不准啊！打第二轮你还能输出？第二轮就不得给你输出了啊！第一轮把他控，把他赶走就行。我开大他必须得往后撤啊，撤完我就回来打他队友就行了。我大招不是打伤害的，赶跑对方的。讨厌，你是真的皮，一般小皮，一般小皮。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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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哎，
嘿嘿。